是来自高雄在地成立超过20年，多次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大型赛事的台湾之光任翔们龙狮战鼓团。2024年是龙年，所以呢，这次的演出我们将以舞龙阵为表演的意象，头尾相连，象征轻轨成员。在今日呢，真的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他们来到这个舞台上为我们来做演出，同时呢，也要用他们最专业、最艺术性的表演为我们庆祝高雄管政轻轨成员的重要里程碑。稍后我们也要跟各位现场好朋友借用您的双手，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带来降龙献瑞。除了也让我们在座现场所有的好朋友，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正是我们的龙年。而今日呢，配合我们高雄轻轨环状轻轨成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们呢将我们的表演节目呢设计了非常非常多的巧思了，而这同时呢也是我们的团队呢可以在国际赛事中屡屡拿下非常好的成绩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了。所以接下来呢，也有请我们现场朋友再次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他们。
来致敬，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欣赏一段影片。 十年来走过的点滴，记录了全体工程团队努力的过程。衷心的感谢全体工程团队的全力付出，让轻轨幸福成员正式迈入新的里程碑。高雄市大家长陈其迈，陈市长欢迎，欢迎麦麦市长，欢迎。我没有要唱歌，请大家放心。
敬爱的蔡英文总统、陈局陈院长，也是我们的前市长王国才部长、史哲部长，还有李坤泽委员、刘世芳委员、赖瑞龙委员、许志杰委员、林黛华委员，以及议会的康议长、曾俊杰副议长，中钢公司我们翁朝栋董事长、王总经理，高捷的杨岳坤杨董事长，四溪中钢高捷所有的工程团队，那以及今天还有很多包括我们议会的议员市府团队，还有所有的我们的工程伙伴，大家午安，大家好。首先要特别感谢花妈市长的深谋远虑，给我们留下一个那么好的基础，然后在整个轻轨的规划的过程里面，可以说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先进的捷运系统。那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概在一年前熊本知事、浦岛知事来高雄访问的时候，他看两件事情，一件事情说那个台积电要盖厂，不知道要怎么盖，他先来看一下说台积电盖厂高雄的发展，那我们市府的策略是什么。第二件事情他来看我们高雄的轻轨，因为他的轻轨已经100年，他觉得说应该要改进要更新的时候，所以他特别来参考我们高雄轻轨的系统。所以花妈的深谋远虑，当时的一个规划，到现在看起来我们的轻轨是系统，我们的轻轨的建设还是世界第一的轻轨系统。我们是不是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感谢我们花妈市长？真的非常感谢花妈，感谢花妈的魄力。那我接手担任市长之后呢，其实有几件事情我是非常感动。我在8月补选上之后，第一件事情面临的挑战，史哲告诉我说轻轨要把我改，这个是一个最困难的决定。市长上任之后是要马上做决定，所以我们在8月上任的时候呢，就决定要轻轨要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之后，那轻轨要改。在这个沟通的过程里面呢，我要特别感谢林俊龙副市长，因为在2020年，我8月上任，9月28号，他去拜访最反对轻轨新建的美术馆段的居民，那我请他去跟他们的自救会来好好的恳谈。那我没有想到说恳谈的结果，他跪下去拜托我美术馆的居民，用诚意、用专业来说服我们美术馆的居民。那现在我要来之前，我还问了几个住在美术馆的市民朋友说轻轨现在怎么样，他们非常满意，也非常感谢我们高雄市政。所以我要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市府团队，还有我们的局处长，是不是站起来一下跟大家鞠躬感谢，感谢市民朋友给我们提的。第三，我要感谢我们的这个中钢公司，还有我们的高铁在下当公布我们的努力。我记得有一次在市政会议的时候，王彦青，我们高捷的这个总工程师，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我们高捷虽然人数只有，我们捷运公司只有100多人，台北有1200人，但是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我们最怕的是说方向不清、策略不明，这个是他们最忧心的一件事情。他们有能力也有信心来承接未来在美术馆段跟还有这个大顺路段最艰难的挑战。我问他说你是说这两公给说市长你交给我，只要方向明确，那我们捷运局一定是努力一把。他形容轻轨的复工是一个自信勇敢的工程，所以我真的要感谢我们高捷公司所有的同仁那么的努力，那么的相信市长，相信市长。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中钢公司还有高捷公司。刚刚这个康议长特别讲了一段话，说中钢对我们不离不弃的。其实我大概在市长工作的期间，我大概都是8、9点，就是有时候9点、10点离开我的办公室。那我回家的时候一定会经过我们的这个大顺路段跟美术馆路段。有时候我还特别会到过去看现在在做什么。
那晚上日夜赶工，所以不止不离不弃，日夜赶工，让我们轻轨能够如期如止成员，也让我们高雄人的捷运建设、绿色交通美梦成真。所以我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中钢的翁董事长、王总经理，还有所有的啊我们工程的团队，也包括主席的团队，真的要非常的感谢。那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有一位我们资深的这个顾问，今年70岁，他是捷运局的我们的老员工柯龙山顾问，他今天应该有没有来？没有来。那一天我们48场的时候，我们的柯顾问有来，他已经退休，但是他用他的专业，用他的诚意，每一个里每一个我们的社区，他都深入的去做沟通，让我们所有的里长还有我们社区沿线的这个居民都能够认同我们高雄轻轨捷运的新建，也愿意给我们高雄轻轨一个机会。所以今天终于我们轻轨成员，那除了在我们整个捷运的新建过程里面，我想我们高雄市政以及所有的工程团队，我们印证了一件事情，从整个新建的过程我们也体验了一件事情，轻轨那么困难的工程，面对那么多的沟通，我们用诚意，用我们的毅力，用我们的专业来说服市民的时候，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抵挡高雄前进。这个高雄的精神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伟大城市的一个象征。所以轻轨的成员，我想很多的高雄的市民都跟我有一样非常深刻的感触。我也要拜托所有的市民朋友，你如果感觉这辆礼拜遇到我们的捷运局的同仁，或者是我们的高铁公司的同仁，也不要忘了跟他们说声谢谢，让他们的努力能够在大家的肯定之中能够成为他们的骄傲。最后我要特别感谢蔡英文总统跟我们行政院这个还有交通部所有的还有文化部所有我们的这个中央大力的一个支持，中央的支持对地方的建设来讲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几位的委员，包括昆哲委员长期在交通委员会，我们的四方这个瑞龙、志杰、戴华，我们高雄市级的这些委员，在国会里面帮我们看紧我们的预算。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最面临挑战的时候，蔡英文总统跟我们的交通部给我们最大的支持。所以中央、地方、国会、议会为了高雄，我们舍我其谁，拼命的努力。再一次的要感谢蔡英文总统还有所有行政院的团队，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支持，这种支持也是我们前进无比的助力。所以今天真的是作为市长内心有非常多的感触，再一次的我们所有的市府同仁跟我一样站起来，向所有伟大的高雄市民深深一鞠躬来表达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好的，非常的感谢我们的高雄市长陈其迈陈市长，也感谢我们的市府团队轻轨跨成员，高雄更便捷。进行我们的起跑仪式，也有请了以下创频道的长官贵宾，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为我们进行今日起跑仪式。热情的掌声欢迎高雄捷运公司杨岳坤董事长，欢迎。中钢集团王其金总经理，欢迎。赖瑞龙地法委员，欢迎。刘世峰地法委员，欢迎。林代化地法委员，欢迎。许志杰地法委员，欢迎。李坤泽地法委员，欢迎。
高雄市议会康裕成议长欢迎您，中钢集团汪朝栋董事长欢迎您，行政院交通部王国材部长欢迎您，行政院文化部史哲部长欢迎您。那同时呢，也请各位继续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监察院陈菊院长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陈市长，还有我们最敬爱的蔡英文蔡总统，欢迎你们，欢迎。热情的掌声欢迎舞台上所有的长官贵宾，总统呢是我们今日呢最重要的起航仪式了。那么等一下呢，也有请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稍后我们将会倒数三秒钟，数到一的时候呢，有请舞台上的长官请将您的右手放置于光柱上方来为我们做起航。那同时呢，也请我们现场的媒体记者朋友们请准备，现在有请我们现场的好朋友与我们一同来倒数三秒钟，三、二、一，正式起航！轻轨化成蝶，高雄更便捷，热情的掌声！轻轨成员迈步向前，高雄环状轻轨成员试营运起航仪式圆满成功。请为我们撤光柱，